它也是发挥水会局部，没有，我们脑髓的东西是在这里相会的，那有开过刀的人可能可以用去角膜，所以这个东西是很不错的。我在弄植物人，我第一次弄到了局部，因为它直接到脑，直接到脑。能够舒筋脉、清胆热、驱腿膝风邪，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有关筋病跟肝胆的疾病。那取穴方法是从这个筋骨小头跟腓骨小头这两个点取到之后，正三角形摔下来到取到这个点，称为阳明泉。三个点，找到这两个点之后，就决定第三个点的位置。当然，指压没有针灸的效果。阳明泉压会取哦，不能走路就是要靠阳明泉。那教授只靠这个穴道，他就成名。他任何的酸痛，他就先扎阳明，他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就先扎。因为筋骨啊，我们会痛一定是筋骨的问题。那我刚刚有跟刘兄在讲啊，其实我们人会痛啊，是肌筋膜的问题。那就是筋的问题，所以呢，你们要知道说哦，我有什么酸痛，比如说我脚踝痛，扎阳明，一定有想象中的效果。取穴方式，先找到这个两个小头啊，凹陷处就是阳明泉。第十六个风式是足少阳胆经，主要症状包括腰腿酸痛、足胫顽强、片身瘙痒、膝腿无力、眼红肿、中风偏瘫、脚酸麻、膝关节痛。风式在大腿外侧啊，整个大腿骨的1/2的位置。取穴的方法，地正姿势站好。你的中指贴着裤缝压到的位置就是风室。这个穴的功能包括了去驱风冷、散寒湿、强筋骨、调气血。临床以主治腿中风、两膝无力、肩至浑身麻及瘙痒。风室的位置，那你要取穴取得好，它的效果才会有，爱用灸的也可以。所以快速取穴是直立自然垂手，手掌并拢，手指伸直，中指尖处就是风室啊，立正站好的姿势。主要功能是祛风化湿、通经活络，适用于下肢的瘫痪、腰腿痛、膝关节炎、脚气、头痛、眩晕、坐骨神经痛、骨外侧皮神经炎、小儿麻痹后遗症这些症状。好，风室。最后两个穴，商阳手。阳明大肠经啊，在大拇指的，这个写错了，这个位置写的错，以这个为准，包括了解表退热、清肺利咽，临床上专治感冒、发烧、肺热、扁桃腺发炎、头痛，在食指的靠近大拇指这一侧的指甲下缘。商量啊，拇指放血只要一点点，如果名义大就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有气滞则有效，速滞则速效的效应则显著。在食指靠近大拇指这一端指甲的下缘，取穴方式：伸指扶掌，沿着手食指指甲底部与桡侧缘底线的交点处，距指甲0.1寸这个穴道，主要是清热解表、疏厥开窍，适用于牙痛、咽痛、咽炎、喉炎、腮腺炎、昏迷、扁桃体炎等这个病症。商阳。最后一个穴涌泉穴，在脚底1/3处。主症是头痛、五指肿胀、肩背头痛、小儿惊风、咳嗽、声哑不能言、喜怒无常、善忘、中暑。
癫痫，止血功能包括了开窍凝神，是足疗法的这个主要穴道。临床主治头顶痛、两眼昏花、喉咙失声、小儿哭闹不休、癫痫、昏厥症状。取的位置在这里。上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，用这个图来看，抬起脚，脚趾弯曲，脚足底最凹陷的处就是涌泉穴，就是脚掌放在一平分左右的正中线，再将这个肝线三等份，前三分之一跟后三分之一的交接点就是涌泉穴，主要功能是疏厥开窍、滋阴益肾、平肝息风。适用于休克、晕车、脑溢血、失眠、疫病、癫痫、精神病、小儿惊风、神经性头痛、咽喉炎、便秘、足心热等病症。疫病是什么病？失眠后面的疫病。神经神。精神病。啊、哦，精神病啊。神经病。妄想。俗称的神经病。轻症。好，以上这个报告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。